叫做异常惊喜。行啊，行吧，来呀、啊，开始。这有什么呀？哎呀，真是异常惊喜！我就喜欢演言情剧。你干嘛呢？啊？都回家了，你怎么不进屋啊？啊！哎呀，老婆呀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回来，我打一车，那开车的哥们儿简直把我累坏了，我也。来来来来，老婆，捶捶腿。哎呀，谁是你老婆呀？啊，那你是？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。哎，谈恋爱呢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你看，这花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是我给你买的。哎、那怎么跟我订那一模一样？我订的比这大多了，一大捧。亲爱的，哎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我是你生命中爱的第一个女人吗？哎，第二个。第一个谁呀、啊？我妈。我真喜欢你的幽默。其实，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个最大的优点。嗯。诚实。必须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我就没说过一句假话。真的吗？亲爱的。你永远是我的唯一，亲爱的。爸爸。爸爸。那邻居家的孩子。邻居家的孩子，他怎么管你叫爸爸呀？我小名叫爸爸。你爸你妈都管你叫爸爸。不是。没听清楚，我小名叫帕帕。孩子，你管他叫什么？你再叫一遍。爸爸。口齿多清楚。爸爸。爸爸。爸爸。喂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他事情他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个十年前的一个晚上。爸，我十三了。我知道啊。十三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伸手不见五指啊！我在大街上捡了一个孩子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，亲爱的。哎，后来呢？你就收养了他。太对了，亲！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唯一的一个秘密，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就这一个？就这一个。爸爸，你不是说一个吗？是一个呀，这叫一个。他名字叫一个。那他呢？他叫二个。双胞胎。巧了。拜拜。那我知道了，他的名字就叫三个了呗。一看你就不打扑克，你看这仨一模一样的，应该叫豹子。这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了。爸，我老大。这是最小的一个。爸，我老二。有时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。爸爸。那要是四个一模一样的，就应该叫炸了吧。你四个人怎么还能斗地主呢？这是麻将的阵容了。哦，那就应该叫杠。嗯，暗杠。爸爸，我不演了，我。什么呀？你们演得非常好，谢谢你们。再见，爸爸，再见。哎呀呀呀呀！师傅，您不带这样的啊。诚心难为人，这一个一个往外蹦，变魔术的，跟谁你都能演呢？不，那你也不能说出来那么多孩子呀、啊，这跟谁能接受了？你自己说吧。有本事啊！您要真想考验我，对，您给我来一个一对一的角色。一对一你就能演？没问题。
那我给你来一个高难度的，我准能演得了。开始。可以。人呢？啊？往上看，高难度。嫦娥，哎呀，还是我师父疼我，你看，哇，嫦娥妹妹，好好漂亮啊！哎呀，嫦娥妹妹，你到哪里去哦？我到月亮上去呀。哇，月亮山好好玩哦，你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你敢去吗？你敢带我就敢去啊。你敢去我就敢带呀。那走呗。好，那谁怕谁呀、啊、太好了。来呀、啊、走。我服您了，我服您了。好，谢谢您。我明白您什么意思啊？您通过这个实践，您教育我啊。您放心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好高骛远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好吧，师傅，我今天我向您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在您面前，我要再提影视这俩字儿啊，我就不是您徒弟。好，大家听清楚没有？给他鼓励。对，观众，我一定要对得起您的期望。对。啊，肯定不提影视俩字儿，是吧？那个，哎，刘欢，唱歌那边你们要人吗？我行啊，你听啊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这是什么徒弟啊？哎，本山，哎呦，本山，那什么，我来了，我没带什么礼品，哎，我给你送个徒弟，你把他收了得了。啊，人还挺好的。谢谢湘军、周伟、吉平还有王旭精彩的表演。